一靠近，这边红灯会亮，然后这边是一个人脸辨识的一个镜头。所以你的意思是先通过红外线去把它启动它的电源起来？对。然后买费尔跟镜头这些电源才启动上来的？对。对。一般如果说我们这个是不需要唤醒。不需要唤醒，所以你只要感应卡拿过来，你不需要唤醒说去把这个面板唤醒，你只要感应卡拿来，其实一靠近这个天线的地方，这个读头就可以感应。你的天线位在这里是不是？天线，买费尔那个感应卡的天线是在这一区，对，是在这一区。你的读头是医院跟买费尔都有，还是只有买费尔？只有买费尔，只有买费尔。买费的题目是会比较近，它的感应距离比较近。对，对。那你的电池耗电大概会多久？一般正常的话，它会牵扯到你的感应跟你的使用。如果说它一直持续在侦测，那么有可能从原来4000多次，一直到3000多次。OK。主要的是在于你的红外线的侦测。另外的话，它是采用锂电池。所以在外面市面上买的锂电池，我们正常一组手会搭配两个锂电池，充电式的锂电池，对，它是 Type C 的锂电池。但是我有听说，正确的电池应该是用钛电池，有这种东西吗？钛电池它这个就是所谓的电池，它的规格不一样，一般要18456的那种电池，就日本原的，跟一般锂电池。那像这一种是因为它的耗电功率比较大，它里面有一个马达，那么马达带动你必须要有大的功率，所以它一般在7.4伏。那我猜一下它的电池，这个是你是这种的，可惜是对。哦、OK， 你这个不是一般外面市面上买得到的。哦，这个会有。一般正常的话，我们一组所会搭配两个锂电池，然后它本身是 Type C， 你随时可以充电。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开发的，是吧？哦，这个是目前通用型的。通用型。对。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东西啊？我的题目在这里哈，因为你这个是否吸的东西啊，就是否住家在用的、DIY 的东西。正常我们公司也都会有这个，我们都会有库存。你们一定有，是市面上有。市面上有的人会自己去淘宝或者是上网路去买。这个有公规的吗？有公规，但是这个锂电池最好是经过检测。我们锂电池，我们送 SGS 检测，再来本身锂电池的工厂，它要有EN认证、七一认证。然后我问你的这个题目哈，因为我们直接对建商嘛，然后你们现在推这个锁，是你们直接对门锁厂商，还是对建商？我们会对门厂或者经销商，因为建商我们只能去帮忙。OK。消奖，我们之前也推过一些锁、我的经验只是这样，因为这个有很多门的题目、门的题目就是你的锁芯是欧规还是美规的。欧规的。那你的欧规的锁芯如果万一卡住的时候，你除了电子门锁推不开的时候怎么去处理？住户有没有办法处理？住户一般要看他为什么会卡住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，一般如果说我们装在家里面，正常来讲的话，交给住户，门打不开，第一个就是除了检查电源，第二个它的带动，除非你门倾斜下来，它在打锁栓打下的位置不对，否则正常来讲，我们的锁夹是机械锁夹，它可以开。立野门片厚度是要求？50到100，那是正常名片厚度的，是正常的门片厚度的噻啊。对，纱门马赛。一般木门。3.5的可以吗？不行，不建议。所以你要大于5嘛，对不对？4.5以上。4.5好 ，OK。你的刚刚讲的题目有一个答案没讲，你那个机械锁的钥匙有的插吗？有。有的插。有。里面一般来讲，如果没有电池的话，你的电的声音发响是从哪里出来？第一个会从你在操作的时候，它就会耳浪，会提醒你低电，快要没电
一定会提醒你，所有的电子锁这个是它肯定会，但是当你快没电，你还可以至少操作在20次左右。OK。你中间那个锁芯开孔，一般的锁匠可以做这个事情吗？安装啦，我讲这样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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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没有特殊的开孔是不是？不需要，它只是第一个旧门，就算你旧门要去改装，锁匠其实都可以。OK， 好，把门打开。你刚刚这个动作哈，我有注意看哈。这是美规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欧规，欧规的，欧规。好，这是欧规。你出来是三段哈、哦。对。门上锁之后，它不会自己打进去，你要手动才搬这个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分，就是说，我现在是开锁，我先把它，我们关上，你可以去设定第一个自动上锁或者是手动上锁。其实你如果设定为手动上锁，你门带上来，其实在外侧它已经上锁了，因为你没有把手。哦，你的意思，它这样子带进来就已经上锁了？对，因为你外侧没有把手。哦。那么第二个，通常我们不建议用自动上锁。自动上锁就是你设定到底是20秒、30秒之后，它会自动打出来，它会自动弹出来，但是万一我门还没关，你有风来打下去，会一个侧向力，会有一个侧向力，对，会把这一个，因为我们时常在工地碰到，有风阻了，我们在工地会碰到工人把这个打出来，快，对，所以高处的其实好重蛮好的，所以我们一般很多人其实这组锁有一个，就是说当我们门带上来之后，这里有一个，就是我按这个它会自己锁。哦，等于有点在开变阻的加杆换的气的一个。对，那我们在家里面，其实我可以这样，或者说小孩子有的我也可以安全锁。我有按钮，然后这个是防盗栓。但是防盗栓你可以装也可以不装，因为防盗栓从门外你是没办法开的。这个你这个哈、哦、比较麻烦的是说，这个开这个孔没问题，到了那边那个门变，它是标准的、啊、这个是标准，从我们早期的机械锁其实跟这个差不多。你现在电轨要个开康啊，对，你只要你开一个长草就 OK 了。我要开一般的话，就是你们现在这个东西跟门锁厂商配合做防火认证吗？有做，对，很多他们会去做空心式探定，比如说像历城、金利亚，然后中部的名流、南部那个城、盐、利盐，好像都有。他们去做，他们用我们另外一组锁去做烧测，然后拿这一个来做空心式判定，所以是他们烧，不是你们烧、哦。没有，一般都是门厂自己烧、啊。没关系 ，OK。你这个有 APP 吗？有。有，现在是跟 KC 有配合做蓝牙、哦、目前这一组锁他没有配，没有配合，还没配，他只先配合我们一般五合一，先配合五合一的模式。市场上大概出了几套了？新复发的基隆德安，然后青森900套，大概它有延期，大概农历年前1月跟3月900多套要装完。你们价钱应该有分 SI 跟建商或者是土西的价钱吧？我们有机会可以配合啦。我刚问那么多题目，你应该懂我意思的。对，来，名片。你的名片要给他。哎，特助，你的名片也可以。